Derek Estama 我第一次去新山听你讲课啦，那时候哦，我亲眼看到你给我看那个你的 iPad 小丽的，你的手是手这边手腕这边肿一粒尿酸，你还说有没有听到人家尿酸肿到这样，我痛到怎样怎样，你记得吗？然后你喝了胎儿子水是得到很全面性的改善，对吗？现在你呢，比方吃到虾啦、内脏啦，你那个身体的尿酸的平衡度 OK 吗？还会来？是这样子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借口了。真的啊？啊，我没有借口，你给我什么我喜欢吃的、啊因为我是重口味，辣啦、咖喱啦、花生啦、这个虾啦，这些我都很喜欢吃。我以往呢，我不敢吃，为什么？一吃的话呢，隔天呢就很痛了，啊，会发作，很痛。如果要快，啊，就慢。吃这个尿酸的药，就是消痛，或有时候要等一个礼拜。可是我们要做市场，又不可以等，对吗？所以很痛苦，重点是很痛很痛，痛到不能走。啊，所以后来这个泰和汁，当然你问我了，要接受那个好转感冒，因为第一次 attack 的时候，我只是用了3天，大量喷大量喝，它就消肿。可是呢？喝了10天左右，就是超过10天，它又肿回来。不过第二次是微痛，微痛之后呢，这一个时间就比较长，大概2个多月。所以从喝水到没有这个尿酸的状况啊，应该可以说是3个多月。可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哦，如果我今天没有喝水不肿，比如说没有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一喝水一肿啊，很多人就会讲，哎呀，你的水害到我了。啊，幸亏我们有点，就是有一个知识，知道原来是这个是好转反应，所以我就坚持喝3个多月。但你问我肩中会不会痛，这3个多月会，有时会更痛，有时会微痛。受不了的时候，我也有吃一点药来控制。对，但3个多月过后，到现在应该有接近1年半了，完全没有事情。哦，刚才我听你说你能够吃到40只虾，对对，也没有痛啊。那天我跟我们的团队去 Google 玩，2天1夜，是包吃的嘛，而且你都懂 Google 海鲜嘛，对，海鲜，而且我们住的那一个 resort 是包吃到你爽为止。而且虾很新鲜，螃蟹又很新鲜，我又喜欢吃虾哦。如果不新鲜，我不想吃。我就他们跟我算，不小心了，超过40只。哇！隔天也没有什么。隔天也没有事情。那你身体已经平衡回来了喽？算平衡，你问我了，我是没有去 check 了，因为我就平常就是去 cleaning 啊，去医院。我没有去 check， 不过你问我不会发作，他就是没有事情了咯。难怪你这么开心啦！啊、我很开心。每天你大概喝几个 liter？ 3到5。有时有空就给他5 liter 啦。啊，有时候会超过5 liter，我平均了3到5了。而且每次也是喷大概是有2瓶到3瓶。喷哪里？喷哪里啊？喷脸、喷手、喷脚，看哪里都喷啊。开心啊，很开心。好，祝你高兴，太子水棒啊，加油。